哎，你替人家会做饭吗？是吗？不怎么会做，但是我倒是简单的像四川的川菜我会做。比如说做什么？回锅肉啊，藿香鲫鱼啊，这些我都会。回锅肉跟藿香鲫鱼都是简单啊。在川菜里面真的很简单了。来，我来给你。真的必须要戴手套吗？你可以不戴。不戴了。我跟你说姐，别人那个菜市场卖的抄手高手包的都不戴手套的。我跟你讲，你我不戴手套，爸我一会儿做了之后，然后你不敢吃，你不戴我真的要吃、啊、我是不敢不信吃的真的要吃啊。那要不然呢？要不要吃啊？那啊那你是怕你做的翻身是吗？先找机会。我先洗干净，先把手洗干净。好，哎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抄手怎么做的，因为我觉得抄手在我一直也就饺子跟馄饨是同种类型的。不是，抄手在四川里面哈、我知道的是因为它的皮很薄。啊、对对对，而且包起来很方便。啊、然后我教一下你哈。好。可能你翻车了。你听到评论了吗？怎么了？这里是评论。这手我人没了。谢谢大家。你们太可爱了，记得关注直播间哦，谢谢大家。哎，你看啊，先我比较喜欢吃肉多一点的，就多放一点肉，不要吝啬。好，就吃肉多一点，多放点肉来。是是是，然后我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包法。哎，看一下。哎，它这个水应该怎么蘸呀？高手好像都是这样蘸的。哎，这样蘸一下水。啊。然后卷，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。我好像包的有点多，这个肉。我是跟你学的，反正我万一失败的话就跟你学了。感觉要翻车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慢点，怎么弄？卷，然后蘸一点，蘸水也行，蘸这个也行。啊，这样一摁就好了。一摁。嘿嘿，没有翻车，第一个。哦。看到吗？哎，他真的好会包哦。是不是，这个非常简单。因为我这是没有跟他说的，我就准备了个抄手，然后我就想你不会包的话，我就包子好了。结果这哎好了，是是是，这个是最简单的了，有复杂的，但复杂的我好像忘记了。我跟你说，这最简单有复杂的，我教你一下来。没有，忘记了。这还简单啊？这我们少包点馅儿吧，感觉有点不太好包，馅儿多了。好，来，一会儿我们要煮完啊，就是把它给弄一个肉，放点肉。哎，抄手的话有别的味，别的除了肉馅，有别的什么素馅什么的？有，应该有韭菜馅，我不记得了，是不是？你表一般爱吃什么馅？我还是挺喜欢吃韭菜馅的，韭菜鸡蛋呢？韭菜鸡蛋，我不知道抄手有没有韭菜馅，好像都是肉馅。韭菜鸡蛋我真没吃过啊？怎么来着？怎么做来着？就再加一点料，你蘸点料才能按紧，蘸点料紧。我那个肉滋出来了。啊，对。能按紧，这样就不会散。好了，真的这个经常做饭，对，一看就经常做饭。没有，我们家有家训。我对哦，对对，我听说他们家有个家训，说家里的女生不能进厨房，真的这样吗？其实不算家训吧，就是一个默认的规矩，是因为我们家啊，我奶奶和我妈，还有我们成都话叫娘娘啊，就是我爸爸的哥哥，亲生哥哥的、老婆叫娘娘、然后就是都不下厨，做的饭都不怎么样。所以我爷爷就让我奶奶他们都打下手，你知道打下手在成都话什么意思吗？打下手就帮忙。对对对，就是帮忙，就是洗菜啊什么的。如果是家里面人不太多，做的菜不多的话，我奶奶或者是我妈他们就凑成一桌打麻将，都是家里面男生做饭。不是，你们家这也太爽了，就女生都打麻将，然后男的在旁边做饭。哇，这太好了吧。他们说想嫁给你，还是难听。我做饭不咋地。各位男生学一学，不要让女生进厨房。在成都很多都是男生做饭，真的。就是真的男生做的好吃。应该是吧。一般来说，就是在成都的话，基本上就觉得哈、我知道的都是男生。所以怪不得你是那么会弄抄手，你知道吗？你来之后，他们就叫想让你唱歌。哎呦喂，别唱了吧，又唱歌。哎，你说实话啊，反正咱们都自己人啊。你今天来我这里，这里也是都你自己人，就是你自己人。这句话怎么感觉像把我往坑里面带？对，都自己人，就唱两句也无所谓了。哎，你还知道你的那个歌，就是在网上就很多人会有模仿你吗？我知道，姐，你是安徽人吗？对，是吧？对，芜湖，哎，哎呦喂，为什么要放到大屏幕上？打过你的
别放了。不，你要知道，你可是人间白灵鸟。我知道白灵鸟。是吗？白灵鸟。人间白灵鸟。对，百灵鸟。对，这个，你唱来着？百灵鸟。我好，你唱来着？我脱了好不好？我脱出去了。出去了。为了直播间的这个节目效果拉满，我用成都话唱两句。哇，好，成都话。成都话啊。我好喜欢你，呜呼，爱你，呜呼，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。这样的话，成都和芜湖就不会打起来。是，不是？哎，你唱歌真的就是怎么讲呢？我该怎么形容你呢？不用形容，姐，别想了，挺费脑的。你猜，其实说实话，你唱的很可爱。谢谢。很灵魂的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他们说那个你唱的时候就是很真实然后啊，但其实那个我们的那哎后面背景音乐你知道吗，我们的俊俊就是很天真很可爱，他完全不知道唱什么，然后搞一个成都话，然后就怕他们打架是吗，他也说芜湖